过程当中，那个读的时候呢，他不想读到错误的资讯，所以他复制了错误的结果。好，那是复制的错误哈。错误，错误，修音错误。好，所以我们基因。环境太潮湿啊，或者环境太恶劣啊，或者环境太酸啊，好，他都可能这时候读的资讯，读到错的资讯，怎么样？可以了，可以上可以开。或者是他营养不足。哎，有可能营养不足哈，各种可能性。
产生的基因没有所谓的好跟不好，不知道好不好。好，可是你会经过一个环境的选择，经过环境的变化，刚好这个突变的基因在这个环境很容易存活的时候呢，它就被保留下来，对不对？这突变的基因在这个环境不能被保留下来之后，它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久而久之，这就变成演化的一部分。好，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演化，啊，就是演化，这不是。所以通常讲演化哈，我会说你跟你爸爸之间有演化，这个看不太出来，比较长期的，啊，那很长期，可能经过时代的时代，好，可能经过时代的时代哈。好了，我们上次那个子怡有讲到那个用心配对，说跟那个什么，跟叫做物竞天择，啊，记不记得用心配对说的意思是什么？用尽废退说，用尽废退说。产品都为了想要那个更高的业绩，所以他就把那脖子伸长，然后呢，他后代脖子就会伸长。所以用尽废退说。啊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。的意思是说，这个我们为了吃树上的叶子，所以我们就把脖子伸长，伸到很长很长，那就变。长颈鹿了，我们后面的下一代就越来越长，脖子越来越长，是这样的吗？他说我是这样子，是不是安尼？嗯。啊，所以现在只剩下地主在听的，这样呢？哎，我明天再听哦，好 ，OK。好，想一下哈，那你们在说这个意思吗？可是我们上次有讨论过，比如说假设我是每天在做运动，我肌肉很大颗。应该是吃出来的，不见得吃出来，吃怎么会长肌肉？吃会长肥肉，像我这样长肥肉，在运动才长肌肉，对不对？然后修一个肥肉，像这个肌肉。那你在运动？一点点。那修一有在运动？那你认为如果他一直运动，长了肌肉，就会遗传下去给修一代吗？不会。或者说我每天剪头发，我觉得太热剪头发，把头发都剪光光的，都剃光头，我小孩出生就变光头，会不会？如果你很肥胖，你出生不光头，你出生不光头，所以你刚讲肥胖的体质，那是基因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现在讲不是说肥胖体质的问题啊、哦，譬如我因为我知道我肥胖的体质，所以我就天天去运动，去卧靠，然后就变成肌肉棒子，对不对？那我这样子就可以确保说，哦，我已经把我的基因改掉，我就没有肥胖基因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哈，基因不会因为这样改变，对不对？啊，以前那用心配对说在提出来的时候，那时候大家觉得也蛮有道理的，那时候就大家在想，因为车子出来了，大家觉得哎，我们以后的人类啊，一定会没有脚，因为太方便了，都有车子，出门都有车子，大家习惯坐车之后，以后脚都不需要，就脚变成小一只。啊，他用用心配对说，哎，然后走到车子旁边。他认为车子很方便，所以你用。弄一个轮椅出来。啊，类似用轮椅，你看现在很多人都是在轿车坐轮椅的，推来推去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因为他觉得说人一直用脑，所以脑越来越大颗，所以他以后就想到说，我们有一种人是长这样的，就像露西一样，他脚就一点点的，侏儒大头症啊。就长得像怪怪，脚一点点，头很大一颗，因为他一直用脑袋，是不是？那怎么妖魔鬼怪？对啊，什么妖魔鬼怪？不知道哎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说的以后是这样的，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，如果把这东西拿到11年前，给他同一种的祖宗看到的话，那就哦，这什么怪物？你知道吗？我们人长相跟猩猩不一样，可是如果人类是从猿猴转换过来的。那猿猴看到我们会觉得很奇怪，你是什么样的狗，什么样的猴子啊？怎么看起来跟我们一点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会不会像怪物一样？啊？那天择说什么来着？天择说什么意思？固定天择吗？啊？啊，固定天择你说？就是比较容易存活下来，就存活下来，然后。那为什么比较容易存活下来？因为疾病啊，然后呢，比较容易取得资源，然后就是。像长颈鹿嘛，它突变，然后它就变得很长，然后它就可以吃到比较高的植物，就不用跟那些马、羊啊抢地上的草。然后呢，
它就可以存活下来，因为它能够取得的资源比较多。嗯哼 ，OK。那这时候我就是从植物上吃树上的树叶来讨论啊。你记不记得那时候范大师讲的讲的事情？我们的路有没有可能从长颈鹿的演化出长颈鹿这个事情？我们来想说，如果不是跟食物有关系，它为什么演化成有长颈鹿这种样子？怎么样演化的？啊，如果不是因为食物的关系，如果不是因为吃树上，因为有时候觉得食物很怪，就是。为什么有些动物特别喜欢吃树上的植物？不见得，树梢上的植物一定特别好吃吗？会不会吃地上的嫩叶啊？山啊？高山？什么？高山蔬菜？高蔬菜对啊，是嫩叶子啊。地上的草也是嫩叶子，为什么要吃上面的？为什么？刚刚好长。为什么要吃那些才存活？因为刚刚好我长高。为什么要吃那些才存活？我都可以吃到的。因为它可能会跟地面的。如果是因为吃到那边才存活，那理论上说马那些吃比较低的动物早就死光了。因为它觉得高的比较好吃，普遍的内容不一样吗？普遍内容不一样吗？好不用对吃马。所以我在想，有没有可能说有一群本来都是马，好像都是鹿的东西。那他们因为就可能迁移的关系，有一群就往这边走，有一群往这边走。这一群移到这边的呢，刚好有一群他们这附近住的地方有很多的这个比较凶猛的动物，比如像猴子啦，而不是像老虎啦，像狮子会吃他们。啊，像狮子、老虎会吃他们。所以呢，那些脖子比较长的，可以看到老远看到敌人来了，他就跑掉了。那些脖子比较短的，跑不掉就被吃掉了。所以是脖子长的就很容易。另外一边那边没有其他动物啊，所以那些短脖才继续活下来。啊，短脖才继续活下来。而在这个地方，因为这种凶猛的动物太多了，所以他们脖子不够长的看不见的都很容易被吃掉。那我脖子长的，我容易存活。对，那我是不是留下来都是长脖子的？你要躲长的时候也不容易啊。躲长的时候也不容易，对，没有错了。那可能他躲的时候不容易，可是我因为你要想嘛，一群动物在这边，然后有个笑话就这样讲说，有两个同学，两个朋友去爬山，就遇到一只熊，两个人就开始跑，然后没有跟两个一跑，然后有一个就把鞋子绑好，他说你还不敢跑，你这样子熊来了，你还不敢跑？他说没关系，我穿好鞋子，我跑得比你快就好，对吧？鞋子对，他把鞋穿好啊，跑得比你快就好。不见得跑，不见得跑很远很快嘛。这好像。好像是在说他比他快，他就不会被吃了。他是这样简单来讲，动物都这样子。好好好。这群牛被狮子追的时候，通常都一直跑，跑到什么时候停下来？跑到那个时候被抓住了，他就不跑，他们知道跑不需要再跑，因为跑很累啊。只要是比较后面跑得比较慢那只牛，或者生病的那只牛，或者比较小的牛被抓住了，这是狮子有东西吃的吗？这狮子会在抓其他牛？一只狮子会抓？不会，他们一群狮子会吃，因为他们有兵种。除非是另外一群的，对，如果是只有这一群的话，他们就不会再跑，就可以稍微休息，但是要远离一点，但是不用急着再跑，就那只。对，所以谁跑最后面谁就被吃掉了。不一定。通常在追的时候，他们开始观察哪只跑比较弱，会攻击那只弱的。没有人会把那只弱的包在中间，每个人想跑比他前面的、啊。你会觉得说啊，今天那个冠元跑得比较慢，我把它包起来，然后谁就在后面跟被狮子吃掉谁就来，是这样吗？我们把冠元丢到后面去啊，才不理他嘞，是不是？没有狮子要吃它的，它是牛。啊，这就叫物竞天择哈，物竞天择。因为我们要去竞争什么？竞争老天爷的选择。我在想到，这不是狮子的选择吗？狮子也是老天爷创造出来的。简单来讲是这样，就是某个上帝啊，或某个神啊，某个什么冥冥中的控制这个整个宇宙的一个力量，创造出来的东西。所以我们的物种，每一个物种都要去竞争，
啊，要竞争。你能够成为他的选择，你就会活得下来；你没办法成为他的选择，就活不下来。譬如说，这个地方都是绿色的叶子，所以呢，很容易存活，像蚱蜢，都是绿色，它就很容易存活。为什么？红色不容易被抓到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你有看过蚱蜢是咖啡色的吗？有，有看过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蚱蜢有咖啡色的基因，也就是可是呢，这蚱蜢如果是咖啡色，在这个绿色的地方没有被发现，还好。啊，可是如果有一天刚好遇到干旱，遇到干旱，这时候还是绿色的蚱蜢，可能就很容易被发现，所以绿色蚱蜢就被吃光了，存活下来就是咖啡色的。我觉得还是有绿色的蚱蜢啊。对，它不会完全被吃光嘛，有些可能让它可以躲起来或怎么样。现在没有干旱。啊，现在没有干旱，所以说，我目前呢可以看到帐篷有绿色的，有咖啡色两种都有，因为它我们的不会天天都是干旱，也不会天天都是绿色的，所以它是交替的，所以不同物种会交替的。这一段时间绿色特别多，过一段时间咖啡色特别多，它会上交替。过一段时间。好。有嘞。我第一年上这一段的时候，有孩子跟我说，我不相信人类是猿猴变的。然后嘞，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那这些猿猴又怎么变的人类？他不会完整演化啊？他不就是在演化，这一群突变周期离开，这一群跟这一群意见不合，突变体跟非突变体意见不合，然后突变体离开了。然后非突变体就好了，然后就分了两批，然后开始各自演化。嗯，但这个比这个还要复杂，就是创造人类，因为然后这两个物种要很相近，所以呢就创造人类。所以说，假设我们这猿猴啊，继续这样在自然界生存，会不会在经过十万年之后、十亿年之后，就产生新的人类？对，然后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可能？啊，产生新的有可能，人类是生还是？啊，人类是怎么产生新的人类？就是演化出新的人类啊。新的人类是像那种吗？那不一定，我不知道，不一定。大恐龙。不一定啊，不一定，不知道演化成什么样的人类啊。可是你知道说演化出来的新的物种，新的物种一定是怎么样？它一定有特征，演化出来的新物种一定怎么样？一定怎么样？为什么念很屌？没有，你现在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目前有多种物种了。你看天上飞的老鹰。不是，我就觉得真的，你刚刚讲的厉害。哪个地方？不被人类灭亡。然后嘞？那种物种才会进化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看长生啊，狩猎就猎，然后变改变自然环境，经过迁徙，然后各种东西让它们进。你有看过《星河崛起》吗？有听过。《星河崛起》这部电影就不就人类。什么？不就是那人类？这是人类影啊！可是《星河崛起》的故事是什么？就是他们我们人类去创造出一只基因突变的猴子，猩猩啊。电影就是啊。然后这猩猩变得很聪明，很聪明之后呢，我们后来。各种原因，这个猩猩跑去大自然里面去跟别的猩猩就交配，就繁殖成下一代，就这群猩猩都变得非常聪明，他们懂得使用工具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具有比较强的能力，然后就可以甚至到那跟人类可以对抗，对，也许他们不能叫人类，对不对？他们是，可是他们具有的智慧，人类猩猩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是新的物种，他们比较聪明。瘟疫中的猪头鸡，没有，好，那 ，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哈，狗啊跟猫，它们有没有亲戚关系？狗跟猫有没有亲戚关系？有还是没有？狗不是猫科啊？啊？狗是猫科不是吧？狗不是猫科，是啊。有亲戚，我们所谓亲戚关系就这样的，比如说这个爸爸跟这个妈妈结婚生下子女，对不对？子女，不错。女儿吧。子女啊，有儿子跟女儿。
不是你啊，不能是你哥，你哥不能存在。侄女啊。哇，是侄女，他说侄女，就自己的兄弟姐妹接下来啥？没有啊，说这个爸爸妈妈是侄女，侄女。侄女 ，OK。哎。这个女呢，跟这个另外别人的儿子就结婚，再生下一堆小孩。啊，这个儿子跟别的女儿，别人的女儿啊，结婚，又生下一堆兄弟小兄弟姐妹。好了，那请问这边的人跟这边的人算不算亲戚？算了。为什么算亲戚？因为他们的祖先是同样的。哦，所以他们有同样的祖先，对不对？有同样的祖先嘛？啊，有个说法说，就像我们人类啊，比如像绿竹姓陈，对不对？陈瑞姓高，丙姓姓高。我姓廖，姓朱，姓陈，妇女啊。然后姓王。好了，就在这边，我们这六个人，这七个人里面，谁跟谁比较亲戚关系？高跟高。啊、哦，高成瑞跟高明比较亲戚关系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某个祖先一定都姓高嘛，对不对？姓高的才能够繁殖出姓高的。对，那、啊、接下来谁跟谁比较亲戚关系？哇，在我。那个绿竹跟你有关系啊？你妈妈姓陈啊？我妈姓吕。啊，你妈姓吕，对，所以跟你爸有关系啊，爸姓陈啊，对不对？他爸也姓陈啊，所以姓陈的是不是在某一代就有可能有兄弟关系？那他们俩。啊，我儿子那天去从学校回来，跟我讲，哎，爸，我们叫祖父拿来看一下，可以，祖父拿来翻。班住到是干嘛？他说他同学有亲表，那住在我小时候住的地方。他说会不会我们都有亲戚关系？我不知道，我们查看，开始翻，就一翻，原来我们的祖先是一起来台湾的兄弟，同意思吗？就像陈蔚跟陈玉跟陈佑他们三兄弟一起从大陆到台湾来发展，然后这三兄弟生的小孩。经过了十几代之后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，然后我儿子其中一个，然后他同学是另外一个兄弟的子孙，大家懂意思吗？啊，那我们往前追十六代左右，我们就碰到同一个父亲了。那算下来呢，结果我儿子比他高两倍，所以他叫叔公。哇操！就简单来讲，就像他叫叔公，像老徐，现在很有趣，这是亲戚关系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狗跟猫的亲戚关系。有什么亲戚关系？啊，我们说我等下可以补充。啊，你可以补充说什么？报告里面的一个配合。哦，我一直找，不是有传哦。狗跟猫的亲戚关系。有。什么样的亲戚关系？你说看。一个是狗，一个是猫。好几万年前的祖先可能是有关系。好，好几万年前的祖先可能是有关系的。你等下讲，可以吗？啊？你等下讲。可以啊，你可以讲，好，先让你讲。那我帮你下一位。换我进去网路上看到，然后觉得有趣就做下来。是。下一位，转。快点，等你，你要拿什么？电脑二。资料在里面呢、啊。资料在里面呢、啊。有啊有，我懂，但也有，可是我怕我讲错啊。OK。你变坤脑吗？来看你坤脑。电脑是我第二坤脑，也是我的第二个生命。如果我没了它，我就不用赚钱。哎、欸，你是吗？没电脑我没怎么可能。好可怕！好可怕！你掉没有？我建议你，你要拆一个的话，你就要去买一个布，不然这样。我要建议我们这个敲键盘没有资格。哎，快点，因为30秒没有准备好就不要了。为什么他家里有敲键盘？我电脑跑得慢啊。好，那就继续讲，等一下再补充。哦，好，已经好了。好，有人说金鱼、海豚过分是生物，啊，你要讲这个的、啊。对。那我跳过去好了，过分，啊，我已经弄好了。然后还谷歌，我一打开谷歌，我就了。所以我就，好吧，那我就打开看看。什么是演化的遗迹？说看演化的遗迹。什么是演化的遗迹？化石。什么是演化的遗迹？化石。不是化石哦，演
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可以从一些身上看到一些演化的，就是它的演化过程。譬如说，你知道吗？像人类的盲肠，盲肠炎。人类的盲肠，你知道什么是盲肠吗？知道。之一。人类的我盲肠吗？盲肠在人身上有没有？盲肠在人的身上没有？没有啊。人在盲肠在人身上有什么用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那有没有？应该有吗？应该有。有。那盲肠炎呢？它是会让你把得盲肠炎了，盲肠没有用哈，人的盲肠炎，人的盲肠基本上没有用，但是兔子的盲肠，上次边第六天，兔子的盲肠很有用，而且兔子的盲肠在兔子身体里面是很大一条的盲肠。对，盲肠干嘛？叫盲肠干嘛的？画这个什么？啊？因为盲肠对我们人类没有用。可是不小心有食物卡到盲肠里面去啊，他就得盲肠炎。基本上肠子，就是小肠，小肠在身体里面绕来绕去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是大肠，对不对？大肠绕一圈嘛，啊，哎，然后从那边绕过去，然后再出来是直肠，对不对？它没办法，已经退化，没办法消化，它也没消化功能，里面也不太蠕动，所以食物卡进去它怎么样？它就烂掉，就发炎，发炎就叫盲肠炎，啊、哦。可是呢，兔子的盲肠很大一条、哦，它有消化功能。对，它有消化功能。大便用。盲肠主要是用来消化那些很粗的植物纤维，啊、哦，很粗的植物纤维是靠盲肠来消化。那所以人类。有盲肠，可是人类的盲肠没有用。可以从人类身上有盲肠这件事情，可以知道什么事？可以知道什么事？人类盲肠啊，知道什么事？啊？盲肠退化了。对，盲肠退化。可是你从盲肠当中，人类以前有盲肠，所以人类怎么样？曾经有用过盲肠。曾经大量用盲肠啊，盲肠在身体是曾经有用的啊，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想说，人类可能以前是吃大量食物的生物。好、哦，人类是别说呀，人类是以植物对很少吃肉食，那时候人类主要是以，它做什么？是以蔬菜，是以蔬菜为主的，啊，是以蔬菜为主的。素食变成了没？那现在它开始变杂食性嘛，杂食性化又开始吃肉，然后变成对，很吃力啊。那还有人说，我们会有那么多的皮下脂肪，你看大部分动物像猴子皮下脂肪多不多？猴子的皮下脂肪多不多？我知道。说皮肤下面的脂肪，这就是皮下脂肪。你去捏有块肥肥的肉，就是皮下脂肪。如果我不知道你们抓过猴子哦，猴子的皮是这样一拉就是一层皮哦，基本上皮下面是没有脂肪。我拉过。以前我们家养过猴子，那个我小时候，我们家也是猴子。那猴子是会跳来跳去。那猴子的皮哦，像这样一拉就一块皮拉起来。它那个皮。它皮下面基本上没有像我们这样有块肉，知道吗？有块肉。那你拉它的时候，它会叫吗？如果你有遇过老人家哈，就年纪比较大、比较瘦的，有啊。你去让它点一下，一拉就是一块皮就被拉起来。可以拉吗？可以拉。多胖都可以拉，手也会啊。你拉看。可以。我可以让我拉拉看。哎，胖的就不太行，胖的很难。我蛮胖啊，可是没有捏手啊，手就不胖。对，那皮就是那皮下脂肪也慢慢变少。拉自己的就好了，为什么拉我的嘞？对啊，不是啊，就不是啊。好，我们什么东西？好，那皮下脂肪，我们人类有很多皮下脂肪，那为什么皮下脂肪？看大部分陆上的生物啊，陆上的动物啊，它皮下脂肪都比较少，皮下脂肪都比较少。啊，因为像羊啊，它皮下脂肪都比较少，它的肉都是比较属于肌肉，不是肥肉。啊，只有像猪这种养在家里面，那都不动的，没有，它才长出肥肉。
羊毛是羊毛，羊毛跟肉没有关系。羊毛就跟头发一样的。好，羊毛是羊毛。好，那所以说，我们说皮下脂肪到底干嘛用的？皮下脂肪怎么氧化的？皮下脂肪叫包嘛。有一种动物，基本上很多皮下脂肪，什么样的动物？金鱼。对，鱼、企鹅。只要在水，比如说北极熊，只要你北极熊，在寒带生活的，在寒带生活的，或在水里面生活的，啊，因为它底下寒冷，所以它通常会长出比较多的皮下脂肪。所以有另外一个说法啊，有另外一个理论说，实际上人类啊，有人这样讲，说人类的演化，事实上从猿猴没有错，猿猴演化过来的。可是猿猴演化到人类这样太突兀了，所以他说这中间呢，虽然有一种东西叫水源，缺乏。水源。什么是水源？什么是水源？两栖类。两栖类，两栖类，两栖类。我们在水里面。没有错，在水里面的猿猴。因为它经常生活在水里面呢，所以它的皮肤不需要马。为什么不需要马？满满的脂肪。因为毛呢会阻碍你的活动，像你看，金鱼表面是光滑的。北极熊，它的毛多。北极熊没有经常在水里面生活。它没有在水里。企鹅。它没在水里生活。它说两栖类的。企鹅也没有一直在水里面生活。它只有偶尔去游泳。对，所以它身上还是要羽毛保护它的体温。但是水源基本上一天可能有7-8个小时在水里面生活。好，它已经变习惯水里面生活。可是呢？为什么人类没有？他这样说。不见得需要捕啊，它在水里面生活，不见得是它长成鱼类，像水里面生活。所以人类是所有动物里面很容易控制呼吸的。鱼不要换气。鱼它是直接吸收水里氧气啊，而我们人类没办法直接用水里氧气，我们人类必须呼吸，就跟金鱼就跟海豚一样，金鱼跟海豚那边没办法一直待在水里面嘛，它必须上来呼吸，它必须上来换气。企鹅一样。企鹅也要，它都必须靠呼吸。所以呢，我们因为经常在水里面，所以第一个，我们的毛发不用了，好，毛发不见了。第二个，我们的换气功能很强，我们会换气，我们憋气。那换气憋气有什么好处？现在不一定很憋气啊。但是那是演化的过程，所以我们有这个功能之后呢，我们就变得比较会控制讲话。你要讲话的功能需要不断的控制你那个细微的肌肉。舌头的肌肉、声带的肌肉，你要控制这一块，所以你变得开始有方便。声带在后面嘛，喉咙后面。啊，你会控制你的声音，你会控制你的声音，因为我们会呼吸，会去控制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因为在水里面长期在水里面生活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些皮下脂肪帮我们保温。啊，所以你长出脂肪出来了。所以有肥胖体质就是那个时候比较能够保暖。对对对对。所以说呢，人类假设是猿猴经过水源再演化成人类的话，就可以解释出很多目前人类长相跟猿猴长相不一样的原因的。好，这是一个过程。好了，我们换冠冠元，来冠元，冠元。我一个总说老师都这样，冠元。谁叫你长得跟你哥一样帅呢？啊，好恶心。你还哥帅多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你是冠元哥帅的。好，我们来开始讲，就直接讲钢琴曲这个。钢琴比较可爱。要看牛奶。小正太。有。他没话说。演化论有的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从同一种祖先来的。所以你都没在听他讲。所以我就听不懂。秋一都听，秋一都懂。幻想是讲给你们听的吗？然后有证据吗？现在解释第一个，我们利用金鱼、海豚和江豚。江豚生活在淡水里面的金鱼，豚啊，就是类似像海豚的豚，跟海豚一样，长得差不多了。海豚跟江豚差别在一个淡水的咸水嘛。对，那专家认为这些物种从四只脚的哺乳类演化而来，金鱼的骨骼就像陆生哺乳类，好，这个不错。我跟陈花家，很配合的。然后，金鱼、海豚、江豚都用胎盘生产后代，然后就是哺乳类，然后给幼儿哺乳，他们是温血的哺乳类动物。
发育完全的肺，就是他们都有肺对，然后用喷气口呼吸，喷气口跟练鼻腔道。啊，两个。对，喷气孔只有一个，但它在下面之后喷气孔下来，它会长成这样。啊，这两个是不是画的？好像这样。你没有。哎啊，那两个洞，那两道是往哪里啊？反正呢，就是往两个肺。所以我刚刚讲到他们有发育完全肺，所以呢，这个鼻子的头发一样。也鼻子不是两四个，然后进这样下来，然后到下来，降下来。是哦。怎样？你不要。那不就是这样吗？两个鼻孔是连通到里面，有鼻腔非常大。所以你在。这个我也不确定，我没有去研究。没关系，要问你。还没有研究生，你要讲啊。对吗？讲我。我问你吗？两个鼻腔大，然后所以呢，喷气孔可能是高度演化的哺乳类动物的鼻子，所以呢，用喷气孔呼吸。鲸鱼有毛发，在。金鱼的前肢的膝骨，金鱼不是长这样吗？好吧，看一下。哎，你这样蛮好脏。这是一只金鱼，然后皮肤是在这个点，然后背，对，它是后面。啊，在这里。
个角度在，就前面有嘛，然后后面这一块也有，就是，哦，对，大概，然后再这样，然后前面就跟这边一样，只是稍微大一点。好，然后就这些，然后我们再来到头师大之前的时候，然后子母金。还有强壮的头骨在这里，所以呢，他大概长这个头骨。那你放怎么样？然后他大概长这个。那脚的。类似跟脚的一样的东西。那金鱼是什么？这是子母金。然后他的前肢大概就跟这个一模一样大。凹脚。没有，不是长这个，就跟这个一样。然后他是有手，就是这个手指是我们做的。是有鲸鱼的，对吧？有短鲸鱼啊。然后有，对，然后它大部分时间在海里，然后它也是这样。然后两个，好，然后它大部分时间在海里，但是它可以在陆上行走。然后这个是鲸鱼的主角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是母鲸。你可以写下来很好吧？写下来。鸭嘴兽派对。那也是这样的。所以由此可知，金鱼从可以在陆地上生存两栖内，到现在并没有办法在陆地上生存了。等一下，你用问题等一下。那我因为我被光合弄，不要动的东西，所以我揍你。好，所以你有问题。所以金鱼的祖先是曾经是两栖内。对，然后又是哺乳类，所以这个状况就是金鱼是哺乳类。OK， 然后他可以在路上走，可是呢，他的脚有蹼。对，然后来看他还是长这样。他脚有蹼。蹼，蹼。这样子。然后也换成蹼。大概话。然后，所以，但很多，所以呢，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在海里，所以。它化石旁边都是类似像海螺之类的化石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不会在海里，所以呢，它虽然可以在陆上行走，可是呢，后来大家发现它旁边竟然有那个海里面的化石，所以呢，它大概判定这个东东，大部分的时间在海里，少部分的时间会到陆地上。大部分。再来看看基因，听到这个里面怎么叫？就是鲸鱼，鲸鱼的头。那鲸鱼最相信 DNA 的是河马。河马。河马又毒哦？没有，我只能这样讲。好，跟。目前跟鲸鱼最相近的 DNA 是河马，那所以像这些证据都可以说鲸鱼的祖先是陆生哺乳类。然后，而不只是鲸鱼的话，DNA 和胚胎可以获得，反正就所以呢，这样去推各种生物的话，可以觉得推到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是同一个祖先来的。我今天举例的是鲸鱼，所以他们几个祖先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呢，在这个之前，其他物种到这个点之后，可能这个点又分出了两个东西，一边是鲸鱼，一边是鲸鱼，可能是这样。所以呢，这样用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慢慢推下去，可以得出世界上所有生物的祖先是同一个。好，谢谢，我们先关灯。